像玉成哥，转身闻念，回首，是说不清的惆怅，在想，是道不明的感慨。易先生走远了，真的不愿再去触及，脆弱的缘分，经不起太多的等待。浅笑眉弯，另一抹素，我在浅浅的春色里，再一次打开泛黄的旧笺，静静读你。我不曾离去，你又何尝真的离开？相懂的初衷，错过的缘分，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宿命。隔着一脉望穿，我曾经选择淡然，转身后的那抹忧伤，暗香氤氲，泛着琉璃的光色。落单的日子，是一面沉寂的海，我将一路零落的话语，轻轻拾起，装进空空的行囊，待经年老去，慢慢回味。要发财，要看自己的财路顺不顺，财运旺不旺。如果财路顺，财运旺自当，有财可发。不过这样的好运势可不是人人都能遇到。而根据生肖命理测算，明天过后横财入宅，生肖蛇遇贵人喜进门，喜气绵延，生肖蛇就是这么好运。好消息逐次登门拜访，看看有没有您或您的家人。七月，黄道蛇的人们收到了一系列的喜庆事件，亲戚们在家里喜讯喜讯，子孙们后来报答了欢乐。但最重要的是，他今天也迎来了好兆头，前天的忧虑终于得到了好的结果，可以得到很多钱，生活可以保证。生肖蛇的朋友待人亲切，喜欢结交优秀的朋友，而且妙趣横生。明天7月29号过后，彩天官的月的吉星照耀，生肖蛇的人会有大运到来，收入暴涨。若能抓住机遇，幸福一世，寿命长。同时属蛇的他们不要把遇到的不顺烦心事影响到自己的家人，不出几年财运爆棚，乐多又少。属蛇人安排力强，拿手外交，朋友圈很广，贵人运也是从来都不会差。进入新的年份，属蛇人在工作中也是远景一片大好，心想事成，升职加薪。生肖蛇人的好运也立刻就开端到来了。7月29号生肖蛇人的财帛宫中要华盖吉星庇佑，吉运来，财福到。有了这颗吉星的庇佑，催动的生肖蛇的财气，让生肖蛇不只能够取得天财大运，并且在未来的工作上还能够越来越顺畅。有正财之喜来到，财气高到和天齐，日子跳过越有钱，横财打运走不断。黄道胆是一只老蛇，七月的天气越丰富，天气越热，天气越丰富，天气越繁荣，紧紧抓住机遇发财，一整天都不缺钱。三是十二生肖，每三个生肖匹配称为五行，所谓三即猴横和三水局，蛇马犬三在消防局，猪蛇三木局，蛇鸡三合金局。属蛇的人在2018年的8月的运势可以称得上是功成名就，不管是事业方面取得了自己想要的所有成绩，爱情方面也收获了自己一直想要的那份爱情，家庭氛围也很不错，就是在健康和财富运势方面也都不需要自己操心。所谓心想事成，功成名就，大概说的就是属蛇的人在2018年8月的运势吧。属蛇人在明天可谓好运滚滚而来，吉星入门，财运勃发，贵人多协助，属蛇人不但能够在事业上突飞猛进，大赚特赚，钱包鼓鼓，还会横财遍地，使他们的存款翻番，金库暴跌。属相蛇天然生成聪明，才艺过人，情商智商都是很优秀的，天然生成的经营者。虽然他们花钱有点大手大脚，但也不用为过日子忧愁，由于他们在作业上多的贵人相助，可以一步登天，在赚钱的道路上也会财源滚滚，日进斗金。属蛇人有白手兴家的才华和气势，在作业压力大，旁人闲话多的情况下，也会咬紧牙关坚守岗位，把自个的作业做到最好，大留神一点，不要顽固而搞不好同伴之间的联络。总之，接力是不会白搭的，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作用。
祝愿属蛇的朋友，财神亲自来送佛，快来接起那福。也请你们替身边属蛇的家人和亲朋好友送上最亲切的祝福，点亮下方并转发即可。祝福你们喜报三元，吉祥如意，招财内福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大吉。本命佛手链具有招财的运势，以木火土相生之势催旺财星，化解财星被克，布局得当则家运兴旺，财运畅通，经营有利，事业发展，旺财运风水，巩固财库，使得财气亨通顺遂，减少意外破耗，使得2018年里各方面都顺风顺水，称心如意，步步高升。点击下方蓝色字体查看属于你的本命佛开光吉祥物，拥有它你将会使得一生聚财守财，顺利平安，消灾免难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